各位校友，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哈，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我唔是林志先，我唔是秘书长哈。因为今仔秘书长有重要的代志哈，所以叫我来个代理哈。伊咧无闲伊个代志哈。好，那么真欢喜今仔各位唔惊风雨哈。有真济人是路途遥远，哦，为南部啊，为东部过来吼。真感谢恁为了咱台湾的前途，肯牺牲时间，哦，出钱出力，哦，来遮受训。那么咱来遮受训主要的目的，嘛是要爱了解咱台湾的真正的主权地位是安怎。嘛，爱了解咱家己，咱的身份是啥物？这个基础你要先了解了，咱要向前行，较袂行唔着路去哦。因为咱过去68年来，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之下，咱台湾人的头壳内底，拢带着一挂中国本色的思想。那么来遮，咱就是要甲遮个思想。歹的思想吼，要来甲清除出去吼。那么下面我就来用这个简报系统来向各位来介绍台湾民政府吼，啊个咱台湾的主权地位吼。我这主张这头拄啊有讲过吼。好，那么咱爱先来了解咱法律上。咱台湾的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是安怎吼？咱即马一个一个来讲，台湾的主权地位伫国际条约内底开始有的，就为这个下关条约吼。1895年，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就是国民党咧讲的马关条约吼，为大清的皇帝来处置。台湾甲平湖，吼，这个是天皇对皇帝，吼，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就是因为下关条约，吼，由日本天皇摕到台湾甲平湖，那么日本到1945年的4月7日，经过各种的方式，吼，包括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在台湾甲平湖实施。和台湾变作日本固有领土，哦，就是因中国人常爱讲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哦。那么来到1952年，因为日本政府跟美国休战嘛，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在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啊宣布投降，无条件投降，然后来到。1951年的9月7日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隔年的1952年4月28日来生效。哦，那么1952年，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平湖的管辖治理权。你注意，是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呢。哦，那么台湾甲平湖的主权还佫。在日本天皇的手里，这个讲法就是敢那讲，比如讲，咱两个跋筊，我跋输叫跋输你，那么我已经输到无现金给你啊，我准把我的土地所有权抵押在你的手里，好，等我若有钱了，我这钱我还你，迄块所有权证，好，你得爱去还我，甚至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你有一块地，一家地，我甲你租，一年拢5万，我甲你租10年，是毋是爱50万？我若一届10年的费用，
我拢符合你了。啊，你等于你放弃你一家的顶管的管辖治理权，你就放弃给我。啊，我潘良华要带顶管，要种什么作物，要种山，要种奶子，要种金蕉，就在我种。二十年到了，你若讲你不爱做我，你就收回你的地上管辖权。好，啊，我就来走啊。好，是安尼。啊，甚至讲，咱有一块土地，咱来甲银行借钱，哦，设定抵押，对不？哦，等于就讲咱的所有权，从抵押伫手里，伫银行手里，但是，是不是并无办过户？迄块土地嘛是还佮你的名，吼、哦。啊，所以伫这个情况下，就是讲，只要咱甲代价付出，还伊了，迄块土地就还佮还得转来，吼、哦。啊，所以，即马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讲，等于咱台湾甲澎湖是要搁等于这个主权的所有权证名虽然要日本天皇，但是暂时去予美国电力手里，就是当作抵押品。我就可比讲，像琉球，琉球伊1972年依照琉球返还的协定，日本政府。付$320,000,000给美国，吼啊！美国就甲琉球还转给日本国，吼、哦。那么，伊这等于咧还战争债啦，因为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吼迄间拍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啊，佮到尾啊，利用神风特工队，甲美国的足侪航空母舰啊、军舰拢弄沉。啊！美国核能机也甲拍载落来，啊！美国大兵也死足侪，遮个战争债，你战输，你爱赔偿。那么日本迄阵都已经无钱啊，啊，所以就等于甲琉球啦、琉球群岛，包括咱台湾朋友遮群岛，拢抵押伫美国手里。好，啊，琉球这个返还模式，就是因为伊甲这个战争债吼，等于$320,000,000。有付予美国啊，所以美国甲琉球就向我日本国吼、哦。那么台湾这条战争在你也未行，所以咱要搁迄个咱的管辖治理权要搁掌握伫美国手里。啊，美国搁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管吼、哦，到今要搁伫这个情况之中吼、哦。对，这要讲着吼，即马咱台湾甲朋友要搁是。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主甲咱占领中间哈、哦。那么，即马是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哈、哦，来代理管辖中的哈。在这个情形下，台湾人一直这六十几年来拢一直抗争。好、哦，上早28事件，这是。中国人真恶毒的手段，伊知影讲，因三流的国家要来管咱一流的日本的台湾，一定会足困难的。所以伊设立个局，利用28事件，依照名册哦，因有名册哦，首先蒋介石伊就有派情报人员，你来收集台湾人的士绅、地方的头人，哦啊个。最准的知识分子，吼，即个律师、医师，吼，即个人有计划，甲遮差不多30,000人台湾人的精英拢杀死，吼，照这个28事件，想做杀死，安尼了，一寡台湾人，高人本来会当领导抗暴的，遮拢要杀死，啊，遮精英非常可惜，这是日本政府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但是，伫这28事件，吼、哦，拢要杀死，吼、哦，啊，所以咱台湾人一寡精英，煞变有断层，吼、哦，啊，就后壁过来继续用白色恐怖来甲咱统治，造成咱台湾人到尾啊，煞有一句俗语出来咧讲，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吼、哦，饭会使加食寡。话袂使乌白乱讲，因为你若讲了不合国民党听，吼、哦、有可能
就去掠去绿岛关甲生杀无，吼。OK， 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吼。啊，这问题就是为1945年10月25日，盟军哈，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以9月7日发布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一号命令。那么，命令蒋介石的部队，哦来军事占领台湾。啊，伫10月25日迄天，1945年10月25日。伫台北个公会堂，吼，就是即卖因所讲个中山堂，办理投降个典礼。啊，即个投降个典礼，只是一个军事上个一个停战个手续就对啦，吼。要可毋是终战咯，终战爱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后，迄阵开始叫做终战。10月25日迄天，真正的名称爱讲叫做军事占领日开始，就是麦克阿瑟的1号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台湾甲澎湖，吼，啊，这是军事占领日。但是中华民国甲咱骗，讲迄天叫做光复节，吼，其实所谓光复，就是讲家己的土地，迄个敌军占领了，你搁起兵。迄个拍败，佮个占领倒来，迄个做光复。但是迄阵的台湾是日本的台湾，咱是跟中国、中华民国咧相争的，咱是敌对国。吼、哦，啊，这块土地伫1895年，就因为下关条约，吼、哦，迄、那个日本天皇得到这个领土啊嘛。那我讲敌国的领土。和你来占领时，就变作光复，哦，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形容。啊、那么1949年，蒋介石国共内战，一输哈。啊，我常咧讲一个比例，我细汉，我若要读册，要注册，我都要靠阮爸爸妈妈，因，阮伫厝边吼，都有低调咧饲猪，吼，啊，这猪吼。一般拢饲200公，都差不多7个月啦吼，都一定掠来台，也是去买换做钱来注册。但是1949年蒋介石吼，为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的猪来互咱饲啦，饲到即卖吼68公啊，这猪拢未杀得，啊咱阁继续咧纳税金互伊咧开啊，吼咱台湾有够衰吼。甲真了咧饲猪，所以咱拢养猪户吼。啊，所以台湾有很多猪产生的问题，吼、哦，台湾猪问题吼、哦。这我甲列差不多100条，吼、哦。啊，阮今仔摕一寡出来讲吼、哦。首先，咱来先了解到底我是虾米人。啊，恁虾米人？台湾人吼、哦。台湾人都掉一半俩。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吼、哦，安尼就较清楚，吼、哦。那么台湾有两个较大的族群，一个叫做高山的原住民，吼、哦，伫住伫山林，吼、哦，包括东部这边。那么住伫西海岸这平地的，拢叫做平埔族、平埔族，吼、哦。啊，你爱先了解讲。你到底是对一族的人？吼，大部分即马拢咱拢来遮上过4分之3以上，拢差不多平埔族了哈。那么台湾所有的台湾内底吼，85%拢有平埔族，也是高山族的基因。这是林玛丽吼，这个马偕医的林玛丽医师，伊专门咧研究 DNA 吼，伊所研究的成果。那么，首先，你也先了解你是高山族的还是平埔族的。你若平，我对平埔族较了解了哈。比如你若平埔族，你把你的手凹弯起来，你的手只了一寸，哦，迄个平埔族的。甚至你的脚掌甲上尾迄支，那寸的，
哦，迄个平埔族诶，啊是你双眼皮，啊个皮肤像我这色诶，哦，我姓潘，我诶姓是清朝诶官员来所属姓，好、哦，因为阮诶祖先我是高平地区诶马卡道族哈、哦，啊阮诶祖先哈，拢砖头拢设伫溪溪流诶旁边，所以。清朝官来问伊个地方官讲：“啊，遮个人拢姓啥？”伊甲讲无姓，讲哦，无安尼我甲姓姓，姓因遮拢住伫水边个番，所以我姓潘。哦，安尼，我姓潘是安尼来。好、哦，啊，那么你爱了解讲，你无讲你即马住伫位，你着迄族个，遮咱平埔族我要十族个哦。爱问甲差不多恁阿祖，佮去伫遐吼。你爱问阿公，问你的阿公的阿公，你问阿公哦，阿公啊，你的阿公是为对搬来咱这么徛的只，哦，伊有可能会甲你报。嘿，啊你因为现在爱讲，爱问阿公阿公，因为较早清朝咧统治迄阵吼，台湾拢有一挂溪流吼，像讲淡水河哈、下淡水溪哈、啊浊水溪、大安溪，现在河流都是天险。这边，他对我那边，可能就无工作啊，吼、哦。所以你也问到迄个时阵，哎、啊，你到尾日本人来，吼、哦，日本政府来，就甲咱开纵贯线，啊，铁路也拍通，未较早无桥嘛，河流拢遐，迄阵溪流啦、遐船拢无法度来往，啊，所以要迁徙介困难。啊，但是公路通了吼、哦，台一线通了，哦，咱咧迁徙就。就作乱啊！所以你爱问甲恁阿公的阿公，迄阵为对来，啊，你差不多就是迄族的人。好、哦，那么咱来看讲平埔族，像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好、哦，啊，克马兰，好、哦，后人台语讲克巴兰，好、哦，啊，那么怪怪吼、哦。好，啊，即马台北地区遮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哦，就是。现在总统府的总统府的头前那条，较早介绍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哦，迄条伫咧纪念台北地区遮个平埔族原住民。好来，啊，那咱桃竹苗地区遮差不多拢是道卡斯族，托卡斯吼。啊，那这个中部吼，遮、哦、都有三族伫遮，啊有帕普拉，啊有曼布萨，啊有帕寨。哦，这三个族伫中部只哈、哦，啊，那么嘉义这个地区诶，就差不多洪雅族，哈、哦，这个台南地区就西拉雅族，好、哦，啊，搁落高屏地区，这张诶资料无写，高屏地区就或者马卡道族，咧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诶时，有替阮马卡道族设一条道路，拄好看迄个。纵贯线的铁路同隔壁呢，叫做马卡道道路啊。因为马卡道的有一个道啊，所以迄个道兼一字，或者马卡道路。啊，你可能歹记，因为这个介少人咧讲。啊，你若要记这条路，介好记。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哪来的弄死？哦，或者马卡道，哈、哦，这阮这做个就是安尼，哈、哦。啊，其实马卡道族是西拉雅族的支族之一，一个另外一族叫做大满族，就是小林村遐的大满族哈。阮、哦、这三族的话，吼、哦，大部分拢会通啊，吼、哦，有少部分无同款哈。所以历史学家吼，人类学家有甲分类吼，阮、哦、就做马卡道族，啊，小林村遐做大满族，吼、哦。啊，另外一族介大族叫做不满族，哦，迄族可能上大族的吼、哦，好啊，即马咱爱先了解讲，哦，咱的阿公的阿公大队，所以你可能就是迄族的人，哦，你啊，但是台湾因为迄个清朝管遐久，管两百几冬，哦，啊，清朝来伊嘛爱有一挂翻译官，哈、哦，啊，所以。伊就要请一挂
咱的平埔族的人来学伊语言，啊，通来做翻译，吼，啊，会予伊较好的待遇，吼，啊，予伊穿较好的衫裤。啊，咱台湾人嘛有上进心啊，所以你会想讲，我嘛要穿较好咧，我嘛要来做官，官有官威，吼，啊，就一直学中国迄边，吼，大清帝国迄边来的语言，所以。台湾人的平埔族到尾啊，足侪人拢学河洛话，哦，福佬话，哦，就是即马咧讲的台语。啊，有一部分的桃竹苗，哦，这些人都拢学广东那边来的客家语，哦，都去时阵啊，清朝派什么官，伊讲什么话，拢算官话就对了。啊，台湾人就是拢安尼学甲，把家己的语言放掉去。哦，包括阮马卡道主嘛，春潮两句话我知影。哈、哦，唔是，迄、那个，譬如阮马卡道主所较早住伫茶山，哈、哦，茶山迄阵本来算一个小岛，因边啊拢沼泽啦，哈、哦，伊本来是一个小岛，啊遐拢正做着地啊，哦，啊所以尾啊日本人来接台湾了。伊就问讲啊，这个所在叫什么所在？我甲讲，或者塔口，就打狗，因反正台语或者打狗嘛。啊，塔口是多日本的高雄，所以应该因日本那边高雄从啥来，或者高雄市安尼啦哈，高雄管区就是安尼来，好用阮的族音来翻译。啊，屏东较早做阿口，或者阿高城。哦，迄嘛是阮个村落个主语啦吼。啊，平埔族我那有一个风俗，就是讲做月来爱食麻油酒、鸡酒，吼、哦，即我那平埔族个习俗哈、哦。啊，过来就是讲嫁出来时，吼、哦，无顾坐大位，对不对？因为迄阵咱个平埔族拢是母系社会，妈妈较大，查某较大，迄阵拢会讲招翁。迄阵是母系社会，是女方主动，男方被动，所以就讲这个女孩子呢，嫁这个查甫，吼、哦，就甲招来做翁，吼、哦。啊，这个翁呐表现无好吼，隔工因这翁呐出去做工课吼，啊，这某就会使甲因翁的物件收收来，往草桥光光的下拖门口。因翁来转来，就知影讲啊，他被修复了。吼、哦，那是较早平埔族母系社会是安尼，吼、哦，妈妈咧掌控经济大权，吼、哦，所以咱查甫爱表现较好哦，无等人修复。好，啊，咱检讨讲是安怎，咱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咱摕这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咱拢是被逼的哈。1945年，日本投降了，哦，10月25号投降典礼煞，过年的1946年1月12日，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把咱所有住伫台湾、平和顶管的人民、台湾人，拢变更国籍，叫做中华民国国籍。哦，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哦，啊，所以美国、含英国因的外交部拢有发电文来抗议，讲台湾的地位还未决定，吼、哦，啊，和平条嘛还未签，你哪会使甲这些人民的国籍变更，变做恁中华民国国民，吼、哦？啊，过来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生效。注意哦，伊生效的时，中华民国并无参与签署旧金山和平条。是尾啊，伫美国的压力之下，压迫日本爱单独跟中华民国来签日华合约，也有讲叫做台北合约。吼、哦，啊，迄、那个台北合约内底是规定讲，暂时甲住伫台湾顶管，即个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来管理，视同就是唔是嘛？
啊，你那是像马英九咧甲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意思就是讲你唔是人，对不对？暂时甲你当人看，吼、哦，就是讲啊，你都搞，啊，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安尼。吼、哦、啊，其实咱唔是，咱唔是中国人哦，吼、哦，咱是足委屈的，暂时是因为做紧张和平条约了，日本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所签一个日华合约、台北合约，暂时甲台湾人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来管理安尼吼，中华民国国民党伊的讲法是讲安尼伊较好管吼，拢拢共一国吼。啊哟，即个三流的国家管治有够衰。因来管不到四年吼，就发生40,000一科吼。啊，你台湾人，你总共你原底有40,000。40,000一元，啊，你都要存1,000元。啊，那即马你看，咱即马1,000元一工就开掉去啊，吼、哦。啊，开掉马仔看免咯。啊，迄阵你若讲有存40,000元，啊，40,000一元，你存1元，啊，一元唔知要有一刀米无，吼、哦。啊，迄1元开了啊，过来要食啥，吼、哦。但是，即、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日本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哇，啊那失效，咱即马连提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嘛无去呢。啊，所以2006年的10月24日，咱林志兴秘书长带228个台湾人吼去告美国。美国的联邦电影法院，吼、哦，伫2009年3月18日宣判，讲台湾人无国籍。你讲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为日本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后，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咱变作无国籍的人，吼、哦。好、哦，即我即卖有讲啊，哈、哦，就是这个原因。啊、哦，这是中日建交，哈、哦。这个中是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哈、哦。那么，咱台湾人潜在的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其实，咱要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好、哦，的臣民。那么，是因为旧金山合约，好、哦，那么规定日本的天皇袂当阁插代志。啊，咱等于咱台湾人诶，大日本帝国的国籍被悬置，得爱等咱台湾人回归大日本帝国了后，咱才会当个变作日本国的国民。好，啊，这里要如何恢复国籍，咱得可能爱先依照琉球返还的模式，先登记日本国。好，了，那规个大日本国包括。北方四岛，哦，遐拢回归，拢倒来，哦，啊，佮日本修改宪法了，哦，像目前卖安倍晋三，伊咧修改，有可能要修改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是麦克阿瑟将军替伊修改过的，修改讲，你日本国袂使有军队，哈、哦，你日本国没有宣战权。好、啊，咱得依照琉球返还模式一步一步来了哈。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加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讲，像欧美因的国家大部分都拢属地主义，哈，像美国，你只要伫美国的领土内底生囡仔，迄个囡仔就变作美国人。包括伫美国的无人机顶，美国的船顶管。所生下来囡仔，拢是美国的国民。所以你看，因中国人来台湾了，因思思念念，就是要摕到美国籍，还是加拿大的国籍，还是澳洲的国籍。所以你看，像李庆安，伊大腹肚了，伊就专工走去美国生囡仔。
要把他們的孩子生做美國人。好、哦，啊，這個屬地主義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你在那裡出世，啊，你就是那個國家的人，啊，那麼你會疼惜那個國家的土地環境，哦，你會愛這個國家。但是屬人主義就是東方這邊的，哦，中國思想所影響的都差不多是屬人主義。你中國人無論你移民去到對一個國家，所生下來你都有一個什麼落葉歸根，死要又死回去因原地那個中國、哦啊、所以他們的思想就變成說不在那個當地生根下去，他們的思想都還在想他們的大中華、啊、所以你看他們中國人如果 去美國，如果像舊金山也有一個华人社区 China Town， 哦，啊，伊纽约嘛有一个 China Town， 啊，迄个 China Town 就敢那贫民区，上落伍的所在，啊，因拢堪人较袂合，拢自成一个团体，哦，你包括移民去印尼嘛安尼，哦，去马来西亚嘛安尼，拢敢那顾家己尔，啊，所以印尼的华侨会去用排华，就是伊敢那要大家趁钱，啊，无要回馈乡里。拢干那想讲赚的钱，要摕当去中国，要建设因的家乡，吼、哦，要当去伊的故乡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啊，所以乎因当地人拢作受气的，因拢无法度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连美国早期吼、哦，九零年代迄阵嘛，拢咧排华，吼、哦，啊，中国人伫国外拢全方看袂起，吼、哦，因为因的文化歹。啊，伊若较干杂，吼、哦！中国有句话顺口溜：中国人民，吼、哦，有十亿，吼、哦，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吼、哦！因都自细汉都拢讲白话，讲惯子啊。所以有一届有一个中国人去美国犯罪，吼、哦，伊移民去美国了犯罪，吼、哦！啊，即马咧侦讯的是。都拢讲白话，哦，啊，美国，我那知影伊咧讲白话，啊，讲啊无证据，知影，敢那知影讲伊咧讲白话，但是无证据，无较确切的证据，啊，无讲无啥个测谎机出来测，哇，啊，中国人三千几年来都拢咧讲白话，自细汉讲到大，所以伊咧讲白话，脸不红，气不喘，所以迄、那个电脑个测谎机甲测了，哇，嘛测袂出来。伊拢袂心跳加速哦，我拢作稳嘞。你讲白话讲惯是啊，拢袂惊。啊，恁美国人，因拢差不多基督教的教士啦吼，因第一爱诚实，袂使讲白话。哦，所以你看伊妈那个奥巴马吼，迄相片，伊要就任的时爱一个手持圣经，啊一个手啊，也安尼吼咧就抓吼宣誓就职。啊，圣经的价值就是讲袂使讲白话，哦，所以后边的人你若讲白话，迄、那个测谎器一个测了，你一声就落开啊，嚯、哦，迄、那個、指针摇甲变变叫，就讲要破表，吼、哦，但中国人都袂叮当，吼、哦，你要死落去，吼、哦、，OK， 好，啊，咱台湾人即卖嘛，迄个家家做个讲白话的呢，吼、哦，你甲看遮个官员对一个无咧讲白话。啊，佮马英九带头，吼、哦，所以有够说服，即中国文化教了教了，咱拢走精的，吼、哦。所以恁来遮来学习，吼、哦，来演习是对的，哈、哦。后来啊，来讲咱的台湾的血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就是讲较早清朝郑成功迄个消灭了，吼、哦。伊甲郑成功遮所有的部将无死的，遮拢掠掠当去大清帝国迄边。唔那安尼了，连郑成功因遮死去的遮将军吼，遮部将的骨头吼，拢会蒙遐搁挖起来。哇、哦！咱台湾人咧讲奇怪，啊他会啊都大好啊，他会搁挖起来。其实大清的用意就是讲，伊无要留遮的蒙，连衣冠冢都无爱留。惊恁以后在大清的余内，搁大家
集合过来抗清，所以连骨头也学堂。哦，啊，台湾人就问讲，啊，你学骨头要创啥？哦，台清的官员甲台湾人讲，无啊，因遮拢台清帝国人啊，啊，因死骨头爱落个归根，所以啊个只骨头爱请转去中国台清帝国迄边，较会庇荫伊个子孙。哦，台湾听到讲会当庇荫子孙，即马台湾人家己也咧捡骨。啊，其实台清的官员到遐乌起来了，漳州船了，驶到台湾海峡中途，就讲偏偏偏落海了。即下拢台清帝国的反叛分子一套，通对伊遐好，啊，叫台湾人戆戆开始学捡骨。啊，即就好一挂遐个，迄什么藏衣社的，还是遐什么叫做土工啊啥，互伊筛工啊啥，咧听咧趁钱。吼、哦，我捌听一个故事啊，都。一个专门拢咧较早囡仔吼，拢较到夭折嘛。啊，即嘛死都拢请遐人去咧处理啦。啊，一讲伊咪啉酒醉啊，看人死一个，哇！哎，死一个呢，嘛死两个，我咧打吼，用冰刀打两个块冰棍，啊，死一个呢。啊，结果一讲吼，因家己孙仔两个拢死，吼，伊好噶，啊，人家无讲。啊！你唔是讲死两个较好担？我喺讲到家己的尾啊，就是讲到家己啦，吼！所以人莫偏心。那么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登山讲就是因为较早海禁，所以干来有一寡查甫会当偷渡过来，体力较好，偷渡过来到台湾。好，啊，即会偷渡过来，有诶可能就是迄个盗匪，吼！啊，大清帝国比较通缉，啊，伊只好绕跑走来台湾。啊，所以迄阵海禁，你要来台湾，除了官员，官员嘛袂当早家己某过来呢，因某爱留在大清帝国迄边做抵押，吼、哦。啊，你若台湾，你若要作乱，要反清的时，伊就家己某囝太太死吼、哦，做人质的对啊。啊，所以无登山的女孩子过来，所以在登山讲只好得爱在台湾就地取材。带咱本土台湾人来做某，吼、哦，都啊，所以有讲即句，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啦，吼、哦。但是我甲分析个唔对呢，敢若登山讲，嗯，啊，咱个台湾个阿公拢走对，我说唔对嘛，吼、哦。而且咱迄阵，这个阿嬷是，咱台湾个阿嬷是女性，迄个母系社会啊。啊！你流亡来遮，你逃难来遮，绝对是拢两袖清风嘛，无家产嘛。啊！咱台湾的女孩子，母系社会人，伊是要看选好的，选家境好的，体格好的，选来遭罪做翁啊。所以这句嘛唔对，吼、哦，无登山讲，那有也是输了尔嘛。好、哦，较等下我会解释，然后讲。因为登山讲来台湾，六四三回一回头，来到台湾，六个伫海面可能就有诶，因为迄个较早船拢细只，啊台湾海峡风浪足大，若毋是兵船吼，兵军死就爱伫台湾海峡来死六个，三个留落，佮其中三个，其中一个爱佮回头，啊差不多剩两个，啊剩两个。袂堪你咱台湾的网堂个家，因为台湾迄阵张力之气要作动，拢还袂开发吼、哦，啊，所以干那网啊定着登革热着出来啊，啊无着着啥物霍乱、可雷拉吼、痢疾、疟疾这方面呢，吼、哦，你看牡丹社事件做咧，牡丹社着伫恒春迄落恒春迄边嘛吼、哦，车声嗡当入去啊。那么就是日本的琉球的渔民，吼、哦，有差不多60通的，啊，因为拄着风台，啊，所以为这个旭雅那边登陆起来，啊，有50几个迄、那个，那个南台湾的排湾族，哈、哦，南排湾族甲台死，另外12个有迄、那个，迄、那个砖头我搁也袂记啊，吼、哦。
反正我等下想了讲，都和迄个客家村庄，吼，迄人甲救甲扶送去洪山府城，吼，啊甲送登去琉球，啊，所以日本知影这件代志，就咧质问大清帝国，讲是安怎恁做管辖的台湾的人民，台资阮琉球的迄个渔民，啊，大清帝国甲回批讲。迄、那个，这个放了以南，吼、哦，皆为藩地，非拢藩外之地的了哈，化外之地啦，好、哦，非我所管辖，吼、哦，啊你，你要起兵要甲讨伐，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就是讲，迄毋是我管的啦，迄化外之地毋是我大清的版图，吼、哦，啊你要甲讨伐毋讨伐，恁家己的国家恁决定了。哦，啊！日本迄阵拄啊去德国学一挂陆军战术，吼、哦，啊有训练一挂陆军陆军，吼、哦，啊，就用利用这个事件起兵来实兵演练，啊，所以就为恒春这边迄个车城，我海边还有一个叫做下寮，为啊登陆起来，吼、哦，啊，就来拍这个牡丹社，伫这个牡丹社平地甲。山的中央有一个隘口，叫做石门，吼、哦，迄、那个有一个石门古战场，底下修建，吼、哦，底下那建几啊工，啊，咱个南排湾族的原住民，拢用足原始的武器，敢那有弓箭，啊、哦，标枪，吼、哦，啊，加有一挂较简陋的单花的迄个猎枪，但是日本已经有山炮，吼、哦，啊，有步枪，吼、哦，迄种标准的。军事武器，啊，当然，咱的原住民原来真好战，嘛战几啊天吼。但是迄个石门古战场，它三天就要攻破，啊，所以入去了，因就把规个砖头，日本兵就把放火烧掉。但是咱的南台湾原住民嘛是利用暗时啊，用游击战，吼，骚扰日军，吼，啊，日军往那塔卡莫咧烧，啊，结果迄个石门古战场，敢那日本。兵战死三十几个，结果落来迄二十几天，要一个月时间。日本兵敢那着可勒啦，着登革热，着遮有诶无诶遮热病吼，都死到要500个啊！哦啊，所以你看，你伫国外人来到台湾，你若无抗体，无对台湾遮个病虫害有抗体，你足够死诶。所以，即老三老一回头，剩两个，迄两个。上加阁留一个落来，所以大清帝国迄边中国人的基因要留在台湾足少的，哦，所以唔看林玛丽也讲，咱台湾人85%以上的人内底血抽起，拢总是原住民的 DNA 哈、哦、，OK。那么本土台湾人较早哈，阿公因拢较崇拜，就是讲因为外国来拢有因的文化优势，哦，武器也较强。吼、哦，啊，因有文字，啊，但咱台湾这平埔族拢无文字，啊，所以因就爱去学外国人的语言。荷兰人来学荷兰语，大清帝国人来爱学广东啊，就福建的话。日本政府来，换咱的阿公因爱学日语。啊，那么过来，中华民国来，咱即卖咧学北京语，所以咱即卖囡仔大家。北京语安尼朗朗上口，即马你叫伊讲台语吼、哦，南部也较好哦，北部遮吼、哦、差不多拢全袂晓讲个，南部咧讲个，遐囡仔拢臭脸呆臭脸呆，吼、哦。啊，即马人就，即马少年个吼，啊不，就是较，就等于讲像即马咱个台湾人咧哈日哈韩同款，哈美，吼、哦，像。早期吼，你若差不多四五十年前，迄阵拢咧烧美国，烧美国的摇滚乐，哦，烧美国因的生活习惯哈。啊，过来，哦，那差不多二十年前，就哈日族就出来啊。哦，啊，那最近七八年，哈韩族对吧？韩国即马起来，换咧哈韩族。OK。哦，所以那日本人来，咱就讲日语。啊，中国人来，咱就讲北京语。哦，就安尼哈。啊，这是从清朝开始就
将咱台湾人漫画，无论是语文，吼，还是书写、书官，吼，只要你若拢配合伊，吼，伊有一挂好康个福利，啊，你自然为着台湾人短视近利，干那看到眼前个利益，吼，家己个祖先个语言都拢个放放袂记啊，吼。所以头拄仔讲个遐十个平埔族，村格马兰族，吼。可能要有几下老，较年纪较大，还阁会晓讲呢。啊，这若阁过几年啊，这老的若死，差不多这语言就爱灭去啊。好 ，OK。啊，这日本时代来，吼，因就开始伫1937年，甲咱台湾人开始皇民化，吼啊，叫咱学日语，叫咱学穿日本的衫裤，学日本的风俗，吼啊，皇民化了。像阮爸爸因。因的同学来，吼、哦，因就拢讲日语，吼、哦，啊是，像咱即马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甲咱同化变，咱大家拢做阿讲北京话啊，吼、哦，啊这拢是外来政权啦，吼、哦、，OK， 啊但是战败的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外国人所留落。DNA 足少的，迄、那个基因足少的。哦，咱来看，战败国荷兰迄个郑成功打败荷兰人，迄阵伫安平古堡迄边吼，迄、那个安平迄边，迄阵因看2000几个，不到3000个人，遐人嘛是拢爱撤退。吼、哦，啊，怎么换？郑氏王朝迄、那个大清所灭，郑氏王朝嘛是规个遐兵。哦，因个军功叫拢列列等于大清帝国，嘛无留落来，因只 DNA 了。大清帝国，迄个日本甲午战争战败了吼，签《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日本人较依照国际战争法，又定2年个休克期后，迄阵个大清帝国个居民伫台湾个2年，互你带看卖呢。你若带了袂合，你会当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当去恁大清帝国，也是移民去其他国家。2年到，你无离开，伊就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吼、哦。啊，所以大清帝国的人嘛无留落来，吼、哦，留无济，吼、哦。过来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打败，放弃台湾。迄阵1945年。8月15日，打完的时阵，迄阵日本派来台湾，即军功教甲一挂移民，拢拢差不多30几万人，嘛是迄、那个蒋介石要求美国讲爱甲因拢送登去日本的四个大岛，吼、哦，拢登去因大日本帝国去啊。所以你安尼甲看，外来政权留伫台湾呢？拢头爱等伊，拄啊！干呐，目前即爿个中华民国咧代理美国甲咱占领吼，来遮68年，有堪咱混血，吼、哦。但是你混血，第一代混血落来，有50%是台湾的基因，50%是中国的基因。但是即个伊生来即个第一代，若佫娶咱台湾，还是嫁咱台湾的人，佫混血落，咱就变75%。因就剩25%，所以那安尼一直混到尾啊，拢嘛是差不多85%，拢咱台湾原住民，无论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基因哈 ，OK。所以你莫戆戆迄个国民党甲你骗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是错误的哦哈。因为咱迄个骗足久的啊，我记咱小学的作业簿后壁掀开拢有写一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有啦哈，让我印象了哈。啊，得爱做中国人，才会堂堂正正哦。啊，若做台湾人，拢起起哦。哦，所以安尼类拢会潜移默化讲，好啊，得爱来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唔好做台湾人。啊，迄阵咱讲台语吼，拢会用罚钱对无？啊，我迄阵他有钱，好罚，只好罚牙医啊，啊不如牙水烫。无一个法，就是体罚，吼、哦。
都要靠有钱的同学，伊才会立几家合法哈。好，啊，咱就来看日本时代、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啊，即马他会去哦，中华民国来甲咱拢画甲作条乌乌的，就是这拢甲咧画。伊就是无爱，互咱知影咱是原住民，因为日本人咧做这个户口填本，足认真、足写实的、足真实的。吼、哦，日本人做代志一板一眼，吼、哦，足规矩的。那么日本人所做诶，拢足真诶。其实这内底就是国民党给咱知影讲咱的身世，因为日本人来先调查，你这是对一族的，啊，你这高山族的，吼、哦，就写番。啊，那平埔族的就写苏，顶原的番就青番，啊，苏就是苏番，苏番就是平埔族的，哈、哦。啊，过来有的写广，啊，有的写福，广的广东，福是福建，也要讲河洛话就甲你写福。啊，其实就我头先讲的，这些拢是把家己的语言放袂记，他来学台语的，也要讲河洛话，拢甲你写福。啊，那也要讲客话，拢写广。迄拢甲你糊掉，无好你知影你的真实、真实的身份。啊，这就是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教歹去了吼。是安怎？咱每一届总统大选，介奇怪，台湾人都占85%的台湾人，哪会选出迄无到15%的中国人？另外，总统选举，2012年，谢中正跟马英九选，咱输200万票。去年的小英，哦，三猪小猪气势足旺的，咱嘛还阁输80万票。嘿，85%的人选出无到15%的人，咱台湾人更少。啊，伊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人自认为伊是中国人，啊，所以唔敢咱来选输吼。所以日军的吼，民进党造出来这个候选人，拢差不多平均。得票率拢头伫个46%上下咧徘徊吼，啊，这就是咱迄种教教台湾人变做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模式去啊吼。来，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对吧？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咱以2008年陈云林来台湾迄个时阵吼，啊，我迄阵嘛捌对阮曾头所发动的，我那去甲抗议了对。啊，但是迄个时阵，中华民国因的警察吼，因的行政单位规定袂使有中华民国国旗出现，所以陈云林为求伊就出来，沿路拢派警察。你查台湾人袂使拿中华民国迄个车轮机啊出来，所以若有看到中华民国车轮机，现在都拢去甲你没收，甲你抢来，啊落当，有诶抢来等伫本社人，啊咱台湾人有够戆，台日军诶啊，竟然因警察咧收咧押咧等本社人，咱无对去收到押到跟本社人。台湾人佫摕中华民国的国旗去遐咧，讲护卫中华民国的国旗，捍卫中华民国。啊，这就是他个派吼。啊，等到伫台北市，因迄中国人吼，遐、哦、中国城的中国人，摕5000旗在台北市的街路咧也飞时，竟然个警察咧甲保护。因咱台湾人看了有心机，有作秀机，就想要甲牵鸡卵牵一头。啊，所以警察咧甲保护。哦，啊，咱过来以英国的伦敦迄个奥运会，迄当时本来伦敦奥运会才有摆中华民国这支车轮机，啊，结果阿强啊抗议，奥运会的官员甲这个修改，咱的台湾人佫家己摕这个车轮机，佫去阿咧护卫捍卫中华民国，吼、哦，这就是咱头壳。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当作祖国，好，这就是错误的，用洗脑去啊！哈，包括电影三太子讲爱台湾，哈，三太子在
英国的敦澳遐嘛咧发中华民国的车辆旗，拢咧捍卫中华民国，拢袂去讲安尼做叫做认贼做老爸，对不对？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的始作俑者了哈，大家。中华民国民进党一段也台湾前途决议文，在1999年迄个时阵，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头前即句听了足爽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哇，后壁讲名叫做中华民国。而且就等于出卖台湾。本来台湾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啊！伊即马所讲，等于送予中华民国去安尼。好，即民进党作假啦咧，无采民进党内底遐济律师，吼。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你来甲讲，我已经是一个东东五朝以上的男子汉，名叫做女人，安尼敢对？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的名就应该叫做台湾嘛，那有种像跳过变中华民国，啊，那安尼讲，啊，我已经是一个主权那个东东五朝以上的男子汉，名叫做女人，足奇怪哈、哦。啊，蔡英文这个中华民国前民进党的前主席，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的政府。哇，这嘛是个有够严重的呢！这拢咧出卖台湾呢，吼、哦！台湾应该跟中华民国伫法律上是牵起来，咱不是伊的，咱是只是暂时，迄个伊派美国甲派伊来甲咱代管尔嘛，那也是变作台湾政府。OK， 哦，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认识，吼、哦，咱常常讲外省人。台湾无外省人，台湾若有外省人，咱煞变本省人，咱煞变中国一省去啊！所以外省人即句毋对，爱甲叫做中国人，吼、哦。因为台湾敢若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这个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迄个盟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吼、哦，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迄、那个时间点，迄阵中国兵也袂来嘛。迄阵住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嬷因，包括伊遐生团落来，即个台湾人，拢叫做本土台湾人。村的就拢叫做外国人，啊，即外国人当然就包括作者国家的人嘛，包括中国人，哦，就是咱所谓外省人，这毋是，这中国人。啊，中国人，伫咱日本台湾来讲，因嘛是外国人啊。所以你甲记好，台湾敢若有两种人呢，无外省人。你若讲外省人，咱变台湾变伊个其中一省，吼、哦，咱做变台湾省。过来，莫讲全省，爱讲全台湾，吼、哦，袂使讲台湾国哦，因为咱台湾毋是国家哦，咱是大日本帝国个台湾哦，咱个地位堪。日本的大日本帝国北海道、日本的本州、日本的九州、日本的四国、日本的琉球，咱是同款的。过来嘛，袂使讲大陆，嘛是爱讲中国，吼、哦。马英九讲叫咱卖讲中国，爱讲大陆，咱唔好奇怪，吼、哦。得马英九叫咱做，咱拢卖做就对啊。过来，莫讲省道。无外省啦，迄拢爱游开走啦，吼、哦。啊，即摆游甲咱起价呢，吼、哦，爱讲台语线，吼、哦，台语线，吼、哦。啊，台语线是日本政府来较甲为北到南拍通，包括铺桥、造路，吼、哦。好，来啊，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吼、哦！啊，这是伫2004年10月25日，前美国国务卿这个鲍威尔，这个迄阵1990年迄阵破案第一次战争的时候，伊是指挥官，尾也做甲美国的国务卿。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
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哦，也是那唔是国家，啊，咱来检讨看卖，吼、哦，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美国的国内法，吼、哦，啊，这个境外的国内，吼，听得怪怪，吼、哦，咱是美国的境外，啊，但是一个设置的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你敢能管台湾？啊，这。琉球当初嘛是安尼呢，琉球美军入去占领时，琉球人对到迄个日本国来讲，伊变国外、变境外啊，因为是美军占领，所以琉球人若要等于因日本的迄四大岛啊，还是要去东京，还是去台湾要办代志，等于爱出国，就爱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类似护照迄类或者旅行证件。同款，台湾话像琉球同款，吼、哦。啊，美国因为伊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吼、哦，啊这，所以拢美国咧管制啦，吼、哦。啊，是毋是一个国家有认定的标准？有四项：第一个，爱有领土；第二个，爱有人口；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权。啊，咱来看讲，台湾国到底有领土无？台湾国敢有领土？无嘛，因为台湾这块领土，还阁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领土，吼、哦。有啊，有台湾足侪人口的，歹势，咱拢是潜在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咱是日本国籍，所以嘛无台湾人，台湾国无人口啊。有啊，阮有政府，歹势。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也不是台湾政府。哦、过来有啦，我们有外交官，我们有23个小朋友的这些国家。可惜你把他的建交公报来看，都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不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哦。这是中华民国拿我们台湾纳的税金钱去跟买的，买来做邦交国的，都那些比平西较大。哦的国家，后迄万几个人讲，一个国家，因个总统来台湾访问，哦，啊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我呐调个个小件，甲带伊参观，敢那中学遐，还是英国遐有一个秀兰国小，迄、那个秀兰国小听讲着万几个比因国家的人较济，敢那遐国民学校的小朋友着万几个，啊，所以台湾国。拢无遮个，吼、哦！啊，所以咱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啊，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就许阿强阿甲灭去啊，吼、哦！所以伊已经走来台湾了，变作一个流亡的政府尔，毋是国家。好，啊，有人讲哇，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我那即个来通吼。啊！那信耶稣的吼，拢以色列人，拢美国人哦。吼！啊！那信迄个佛祖的吼，阿弥陀佛，迄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呀，哟。那这个通哪会变安尼？我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较早韩国嘛用汉字啊，日本甲即嘛嘛要有汉字啊，啊，因拢中国人嘛，唔是嘛吼？所以这个不通吼、哦。好，啊，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吼、哦。咱以日本的琉球做例啦，吼、哦。那么，日本伫1945年4月初，美军哦，你要甲攻打了，甲占领，吼、哦。啊，美国每占领一个所在。拢爱成立美国军政府，吼、哦！啊，伫美国军政府的管辖治理下，佮成立吼、哦、琉球民政府。设立这个民政府，伊下卡还佮设立个琉球政府来管因琉球的人民。啊，这个原因就是讲，因为美军伊迄当时美军。因个西韩岛拢伫
倒边吼，跟咱即马同款。但是日本人，因会使开车，因韩道路正边，哦，因开车是要去是使倒边哦。哦，你看像咱的即马高铁还是铁路，拢是左去右回。好，你注意看，往北的是拢是左边去，转来拢是右边转来，吼，同款。啊，但这两个美国人甲日本人咧赛车无同款，我不是爱小龙，啊小龙美国人讲英语，日本人讲日语，啊会袂清楚，啊所以爱有一个民政府下骹有一个琉球的政府，吼因家己嘛有三权，有行政、立法、司法，拢有哦。但是因个立法单位所立的法，爱送予美国军政府审核。美国军政府若看讲，这无影响到我美国人的利益 ，OK， 会这样实施。但是若咧实施中间，若发现讲，哎，这有伤害到我美国的利益，美国会这样发挥伊的最高权力，吼、哦，伊的高权来甲你废止。吼、哦，若无代志就 OK 啦，好，恁照你安尼做。吼、哦，迄当时。美国底下嘛发因的军票，吼日本人咧当作钱咧用，一直到1958年，才恢复用美金，吼做因的钱币的单位，吼、啊。这就是讲，要爱予当地的人，因家己设立因家己的政府来管因家己的人民，吼、哦，唔免到时带回哥哥，那拢美国直接来管，啊，美军讲英国话。英语哈啊，日本人讲一句啊，都会袂煞哈。过来，咱来介绍讲，2006年，咱林秘书长伫10月2日是带228人去控告这个美国哈。啊，美国联邦地方法院伫2008年3月18日，哦，伊判定本土台湾人。这个本土台湾人，英语叫做 People of Taiwan， 无国籍，可以这样上诉。照讲这个判决吼，在台湾应该会真大的震撼。台湾人一定会问讲是安怎我无国籍？吼，美国人的地方法院较会甲咱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吼，还是我头拄有讲过吼，咱所提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因为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了，啊，日华台北合约失效，造成咱台湾人无国籍，哈、哦，好。哦，这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哈、哦，我差不多讲的，哈、哦、，OK， 啊，过来，到2009年的4月7日，美国的联邦高等法院去判决。讲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台湾人佫生活伫咧政治炼狱当中。哦，即60几年来，咱许中华民国安尼一再剥削，哈、哦，啊，照讲占领地袂使甲咱征兵，哦，伊嘛叫咱台湾人去替伊做兵。嘿，做兵要有效忠的对象。啊，台湾日本的台湾人。哪会去做中国兵？当初这两个国家咧修建啊，你讲美军1945年4月7日去拍琉球的时候，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国兵？无啊，因为这两个是敌对啊。啊，你叫伊咧日本人来做美军，啊，你发美式装备给伊，伊拄啊摕美式装备来甲你拍，哦，这逻辑未通。包括2003年，美军去占领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无啊，同款啊，因宗教无同，无同国家佮敌对咧修建的，你哪会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这逻辑嘛袂通。所以同款这个道理是安怎？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叫咱去做中国兵，哦，所以这以后呐，咱台湾民政府执政，哦，只爱咱做兵的这吼、個。在弄一个偷偷登来，好，这路故贪路贼哦。但是失去的那两三年的青春换不回啊，好。但是咱一定
爱实施公平正义哈，爱转型正义，这一定爱个特等啊。我讲生活在政治链当中，这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就讲伊即马这个政府，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大个国家拢无咧个承认，吼、哦，所以拄啊剩23个小朋友在国家咧个承认咧。他生活在政治链当中，就像我头拄讲的，四万换一块，迄就是啊，互咱台湾人一声拢变一级贫富，哦，你佫较好也也拢变善起来。啊，伊当初来占台湾了，开始甲咱台湾的糖油米盐，拢一直搜刮，一直送去中国去倒卖，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所以台湾人，台湾这块宝岛本来是一年三收，吼、哦，像阮屏东一年会有当种两季的稻米，寒天会当种一个杂粮，看要种番薯、种玉蜀黍，哈、哦，种大豆拢会使。台湾是粮草足丰足的所在，竟然中华民国来了。台湾人出白米的所在，竟然无白米通去食，因为白米大部分拢由因搜刮，因用纸一直印钞票，用纸甲咱换实际的物件，甲咱的糖油米盐，吼，都一寡物资拢要用纸换去的对啊。啊，台湾人迄阵就无了解啊，啊，所以一日三餐。你现在比如讲一刀米，可能一百块就买得到啊。到下晡我变500，到明仔1500，一直起去咧。啊，就起到伊愈用愈侪钱，外口钱愈侪时，钱就一直爆去啊。到尾啊，唔敢过做一届，甲你创40000+1元，总甲你搜刮干净。吼、哦，外口恁拢无物件，吼、哦，啊恁钱足侪啊。迄阵台湾人买物件，头个拢爱。换布袋，用布袋拍，爱用家己啊干，吼、哦，啊伊买无啥物件，啊四万换一箍，有一个故事就讲，一个人甲伊个几啊价地去卖掉，讲要起大厝，卖了，隔工40000换一箍，拄啊剩下当起一个便所，一个便所呢，啊所以迄个人准掉头自杀，吼、哦，啊这就是咱台湾人，迄个关于政治炼狱当中，吼、哦。加进咱了，阁一直咧做养猪户，吼，一直咧纳税金，吼。OK， 后来2009年7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因咱高等法院了判过了，咱阁上诉。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头后一届，咱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甲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咱是拢用法律，咱照法律咧行，咱唔是用感情咧讲的，吼、哦，咱这有凭有据。所以当初咱秘书长在2006年10月20日向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出告诉，伊甲咱收件，咱秘书长就讲啊，咱赢一半以上啊。因为伊甲咱收咱这个件，就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既然有这个司法管辖权，其他的管辖权就拢有啊。代表台湾是真正美国咧控制、美国咧管的，哈。只是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咧甲咱管，哈。但是了8月7日，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因为知影讲，地方法院判了要当提高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要当提高最高法院，到最高法院绝对要实质审判的时候，啊，因为咱秘书长伊个律师团队咧，跟美国国务院所派出来这个律师团队咧讲话的时候，有足侪美国。因国务院较早所做龌龊的代志，拢予咱甲晓出来，予美国会足无民主的。
啊，若佫继续晓落吼，美国会愈歹看吼、哦。台湾，咱台湾人的人权受到压迫吼、哦，受到迫害，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丑闻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官员宣布放弃抗辩权，就是讲，卖个搞了呀，吼、哦，卖个心理啊，吼、哦，啊，但是，这就是讲。美国的法律就是讲，你放弃抗辩权，就等于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哦，咱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伊的叙述、甲法律的见解完全正确，国务院全部确认，吼、哦，这个搁甲美国国务院无话讲啊，吼、哦。啊，到2009年10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搁置本案就是讲，美国虽然三权分立，啊，司法院这人吼，高等法院这人，最高法院这人嘛是美国人，伊嘛是爱考虑美国的利益，伊嘛爱考虑讲行政部门、国务院，伊对台湾。诶，措施敢准备好，所以伊先搁置本案待审，就是要等美国政府，吼、哦，啊，比如讲美国政府内底有国防部，国防部是照法律来，国务院是较政治化，政治语言会当讲安尼说言辞变，但是国防部就毋是啊、哦，要出动武力，就爱有法律做后盾啊，好、哦，所以美国。就原来咧等国务院，还是国务院爱去看，譬如韩国、日本、琉球，包括菲律宾，因遮个人，哦爱行政单位爱去沟通个好势，啊国防部嘛爱看遮个国家个人类做一寡军事演习，吼、哦，因为你若要宣判讲。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时，伊若要宣布安尼时，阿强啊若要击破面要拍，美国军事拢传落来要拍来啊，吼、哦！而且就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诸多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要依法正确刑事，按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行事。我做咱秘书长，从作大开始咧写文章，都拢一直讲，咱爱回到历史原点，爱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找咱台湾的地位，吼、哦，唔是台湾管理法咯。虽然台湾管理法是保护台湾无唔对，但是嘛，同时保护着中国人。旧金山和平条约咧讲本土台湾人，或者 people of Taiwan。台湾管理法内底咧讲的是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台湾顶管的人，美国拢甲你保护，好、哦。啊，所以咱无希望中华民国的国民阁住遮，吼、哦，来甲咱管，哈、哦。到2010年的7月7日，吼、哦，经过协商，台湾民政府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看这个日期，真趣味哦。这个日期，跟日本、美国的这个国庆日都同工。啊，菲律宾，伫1946年的7月7日，嘛是伫美国的协助之下，成立菲律宾这个国家，吼、哦，因独立成功，因嘛是7月7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跟美国同工，吼、哦，啊，这有相当的意涵，哈、哦。过来，2010年的9月7日。双方协调，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世纪大饭店举行挂牌庆祝酒会。哦，迄阵的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参加。美方出席的贵宾有正百个，但民政府嘛派到80个双方哦，伫遐庆祝哈。啊，这里世纪酒店哦，迄当时的相片啦哈。啊，这个是咱即卖现任的主席，啊，曾根宪昭，啊 ，OK， 啊，过来，
2010年的10月7日，咱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国务院的内阁成员，哈，是美国国务院苗派人来管理，事后依照间接法来报告给美国的各行政单位。到12月11日，目到10月7日，民政府选出精英代表有41个，咱组建咱的参议院，哈，的事务委员会。到我这个日期可能为2011年的1月10日开始训练，到2013年5月15日，哈、哦。啊，个台湾民政就这为第一届开始甲进嘛啦，哈、哦，差不多有60届完训，咱差不多要3000个学员啦，哈、哦。啊，美国是叫咱讲爱训练4000个，啊，身份证爱发41万分。哦，代表讲恁有一群人要做台湾人，吼、哦，要替台湾找出路了哈、哦。当初迄、那个伊拉克哈、哦，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是迄阵美国准备了无好势，无予伊拉克的人训练一群人来接受伊拉克的这个民政府，所以伊拉克。一团乱，吼、哦，所以美国有这个教训了，吼、哦，伊就希望讲咱台湾要有训练一挂接收人员，吼、哦，以后民政府要执政，就是咱这的人出面来执政，因为咱这有受训过，头壳清楚，较袂惊唔着路去，吼、哦。好，过来2011年1月25日，咱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账户台湾参议院，吼、哦，啊，甲美国政府来做报备，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吼、哦，咱这发身份证是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这个法源来咧发的，吼、哦，咱唔是安尼临机一动想到特别发，吼、哦，像台湾共和国啦。哦，啊，叫空白台湾国啊，伊嘛家己咧发身份证咧发护照，因咧拢无法源，家己欢喜，家己执做啊，吼、哦，迄无法源无效。好，啊，咱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送去予美国审查吼，迄、哦、拍两届回票，吼、哦，打回票，就是讲咱内底有一挂。法律的见解有错误，啊，美国甲咱纠正，啊，咱经过两届修改，到第三届送去，吼、哦，美国较同意准啦，吼，啊，咱原来送去予咱的参议院的咨议委员会通过台湾权利法案，啊，予送予咱的主席公布实施，哈、哦。好，过来2011年10月20到23日，咱组集团150个台湾民政委内阁成员。去日本参访，向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39100个台湾的英灵，举行慰灵祭。哦，就是咱这后壁这就是伫东京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就是拢下一挂替日本天皇、替日本政府因公殉职，哈、哦，下只英灵拢下伫遐，啊，就类似中华民国因的忠烈祠，对吧？那么是安怎？咱台湾人有39100个英灵伫遐，吼、哦！啊，这迄是咱头一届有台湾的团体，吼、哦，请制服，你要甲参拜。啊，这代表就是讲，你看韩国，因已经无韩国人的英灵的牌位伫遮，因为韩国独立了，因的英灵拢请转去。啊，咱诶，是啊，咱拿台湾国，那是台湾是一个国家，咱就应该爱甲这39000个英灵爱请转来台湾嘛？那会无？还阁下伫遐？就是因为咱还阁是大日本帝国诶台湾，还阁是大日本帝国成员之一。咱是大日本帝国，咱毋是台湾国，嘛毋是中华民国，所以即个。39000这些精英，大部分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咱的高沙义勇军，吼、哦，也是一挂
台湾去参加南太平洋战争所死亡的这些英灵，哈、哦，啊，咱每一年拢一个参拜，哈、哦，包括去年的2012年的10月1日，哈、哦，咱嘛是去组一团，迄团佫较侪人，差不多220个。那么顶礼拜，哈、哦，咱嘛去组一团，哈、哦，这团到40几个，嘛，伫这个头一拜，这个是头一拜，因的正日就是秋季，哈、哦。靖国神社秋季，哦，迄，迄刚差不多要20万人去祭拜这个英灵。OK， 啊，咱同款伫10月23，拢会去日本天皇的皇居，去甲日本的天皇祝贺伊的生日，哈、哦。啊，皇居历史上头一个同时出现日本国的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哈、哦，这拢台湾民政府旗啊，几啊百年来。日本天皇的生日，那日本人去个祝寿的时，拢敢那出现这个日丸旗呢？从来毋捌出现其他的旗啊！咱头一摆民政府旗啊，会当入去个皇居内底，好、哦、，OK。所以咱看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咱也阁足有缘分的，哈、哦，咱是共国的。好，那么中华民国，日本政府未来变怎？那咱台湾民政府执政，未跟中华民国起冲突，吼、哦，因为是美国这个头家出面，哦，等于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只是等于美国，咱你话来个讲啊，类似讲麦当劳公司，美国麦当劳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的麦当劳分公司来管台湾。这个总经理呐管无好，美国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一定开会，决议讲啊，这个把这个总经理换掉，好、哦，啊，就换咱台湾民政府去执政，好、哦，啊，所以以菲律宾这个模式，好、哦，当时菲律宾的马可斯总统，以贪污腐败选举，搁做票。引起菲律宾的人民起来抗暴，去包围因的咧菲律宾的总统府马卡南宫吼。啊，美国看局势歹，就甲马克思讲：“你爱听我的话，你若去老大家，人甲你政变，你保死。我用飞机甲你，恁阿公婆我甲你战役吓威伊。”啊，马克思嘛知影讲大势已去，所以只有坐美国飞机去吓威伊。到尾啊，十几年后。就稍微破病死，讲这个道理，马英九若做无好，美国原来会使用飞行机甲载走，吼，因为伊只是美国派来遮一个管理者尔嘛，吼，啊，所以伫这个情况下，头家出面，吼，比如讲啊，你着内政部爱交出来，是交予美国军政府，美啊，咱甲向美国军政府接这个内政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接，咱毋是直接去甲抢伊迄个部门，头家出面，新罗拢绝对毋敢学白来吼、哦。那么目前美国要求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裁撤，干那改做指挥部，吼、哦，因为无司令部吼、哦。啊，即满215000的兵力，到尾啊要精简到剩12万。啊！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就要撤退去金门、马祖，啊！是福建的迄个平潭岛，福建因中国福建省上大的离岛就是平潭岛，因即马伫遐大兴土木，啊！啊！中国伊嘛足知影，走来伫台湾，即个中华民国中国的难民，以后嘛是爱去等伊。那等于中国，哇！这60几年来，有受到美国的教育、自由民主的洗礼，我等于哇，20几个省拢有台湾的中国人，在台湾大过的中国人，哇！拢个作乱，拢个传播自由民主的法治的思想，哇！啊，中国一定乱起来，所以阿强啊，事先预防，就先伫这平潭岛，哦，
起足个厝，准备恁遮个台湾，走来台湾遮中国难民也要转去，来，拢甲我集中在遮，我集中看管，卖甲我世界全中国世界乱，世界甲我传播独立思想，哈。好，啊，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我咱听着讲哦，那台独阿强也要甲咱拍，唔对哦。我咱来听看美国安怎讲。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这个是美国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啊。伊讲，伊伫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的听证会，明确表示。和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这做一个美国啊副国务卿的一级的美国的官员，这么直率，把台独和战争挂钩在一起，这伫过去真罕得听见。好，啊，伊佫讲较清楚，这是因为，和我把话讲较清楚咧，独立代表战争，这就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来打台湾，因为咱的战争债还袂还，啊你还袂还，你欠我的钱拢还袂还，你特别搞我手里的所有权证要抢动的，特别独立出去啊！哦，当然，咱台湾真有两个头家啦，一个所有权证的名的人，迄个叫做大日本帝国天皇。定了这个所有权证的这个人叫做美国政府，底下伫伊手里，但是无过名。所有权证虽然伫美国手里，但是名还佫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哈，安尼讲较清楚了哈。啊，所以独立唔是阿强要甲咱拍，是美国要甲咱拍哈。啊，是安怎？美国讲台湾不可以公投。你美国不是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吗？啊，恁家己咧选总统，也是咧选国州州长，不是就夹一挂公道的事项伫内底？是安怎？阮台湾人袂使公道，吼，袂使，尤其统独公投，吼。啊，这就是啊，变啊，定要创公道，美国定咧动，吼。啊，你若甲当作讲。2008年、2012年，这个中华民国立邦总统的大选，你那个动作是统独公投，也咱输呢哈。假中正迄块，咱输200万。去年小英，咱了输80万。所以美国足惊，足惊咱办这什么统独公投，哈、哦，赶紧咱了输哦。啊，你来真正用统独公投输的是阿强啊，那派兵过来。美国甲日本已经无出兵的理由呢，来甲咱斗保护，因呐，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要甲统派马英九统一的嘛？要互中国管，吼、哦，要甲中国统一的，吼、哦。啊，所以美国真惊，所以拢一直咧动，无要咱台湾公道。好、哦，啊，这头拄有讲过啦，哈、哦。好，好啦，啊，咱来看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因真侪人讲美军占领台湾哪有？我也无看到美军。哦，其实美国是无亲自占领，伊只是委托中华民国哦蒋介石的部队哦来管的。哈、哦，啊，咱来看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哈、哦，这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伫1945年8月17日杜鲁门。签字核准来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的受降典礼迄天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只是军事的投降而已了，吼、哦，来把日本的部队的武器收缴，吼、哦，啊，把日本的军队遣送等于日本国，吼、哦，这是。命令啊，就说，哎，那用命令，
那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是盟军统帅，蒋介石啊，哦，你若看配音吼，迄拢较亲视的，吼、哦。啊，但恁若对咱的族无共族的，你莫用像平埔啊，有的人讲平埔啊，吼、哦，迄都拢有亲视的啥吼、哦。客人啊，麦讲客人，爱讲客家的弟兄姐妹啦，吼、哦。卖看背音，因为那看背音拢较歹，较轻视的。吼、哦，啊你讲车车就较大只，啊若讲车就较小只，吼、哦，对不对？啊，对，警察讲了警察，日本时代警察作为威严的，阮爸讲的，拢讲爱讲警察大人，啊囡仔来咧哭，你若讲等下警察大人要来，囡仔就袂哭啊呢。惊就死啊！他才讲警察大人，啊，国民党来则，从变警察，哇，大人胖见啊，过来变警察啦，哦，你讲的警察啦，啊，过来讲地婆啊，啊，过来咧，讲插头，啊，过来讲啦，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哦，好，啊，这题外话，好来继续。因为迄阵蒋介石啊，是干呐中国战区的统帅呢。啊，麦克阿瑟是盟军统帅，所以也这样用命令吼来平衡蒋介石。啊，迄阵现在分配蒋介石来台湾，吼，伊部队来台湾接收，啊，佮一部分像北越吼，越南佮北越。以北纬十六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哦，迄个是即卖叫做北越，爱向嘛是向中国派出来迄个将军叫做卢汉，爱向伊投降。啊，韩国吼、哦，北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满洲国就是东北吼，爱、哦、向苏维埃远东区的总司令来投降。啊，这拢美国咧分配，因为美国是日本，包括台湾的征服者，吼、哦，啊，当初遐个所在拢是北越啦、南越啦，还是北朝鲜、南朝鲜，拢日本军占领。啊，因为是美国打败日本，所以依靠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你占什么所在，吼、哦。OK， 好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B， 敢若日本叫日本放弃台湾甲平湖。无讲爱教啥物人，放弃。本来一般，你若土地要割让，拢爱经过合约，吼、哦，国际条约来定。马关条约有收受国嘛，甲台湾甲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有这个收受国。但是这无割让，干那叫伊放弃，啊，要放弃哦，啥物人后壁无讲。其实，伊即个放弃，干呐放弃台湾的地上管辖治理权呀？哦，领土主权无变更。好、哦，第23条也确定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权国。当然，即个日本就包括日本的台湾，哈、哦，日属台湾。好，那么对日合约所拟定51个同盟国作为的协商，好、哦，啊，这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而且美国总统甲聘任这个杜勒斯，这个杜勒斯尾啊做甲美国的国务卿，吼、哦，啊所以美国伊对美国贡献真大，所以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佮起一个新的国际机场，甲合作杜勒斯国际机场，哈、哦，啊那么这个51个国家咧协商，拢总是杜勒斯伊咧主导分配。啊，到尾啊，拢总有46个国家，有49个国家有签署啦吼，但是爱去上登因个国家个国会，其中有3个国家个国会无通过，所以有46个国家个国会有通过啦吼，通过就近的合约。那么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4月7日佮订立，哦，这是因个参众院高票通过所订立。但是
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才生效，吼、哦。现在追溯到遐远，因为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追溯到较会当接到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吼、哦，较接袂到，吼、哦。啊，这个台湾关系法伊咧订立的时，拢无跟咱台湾人参详，因拢进行订立。而且佫是美国国内话，因伫美国的参众院，因伫国内等等的，都进行实施，订立了进行实施，拢唔免甲咱台湾人参详。哦，因为伊是头家嘛，头家要安怎做，就要安怎做哈、哦。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权利甲义务来订立，咱拢唔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哈、哦。OK， 那么。1982年，美国的雷根总统有对台湾有六项保证，这是因为伊要跟阿强啊签这个八一七公报进程吼，中华民国外交人员啊，甲情报人员有得到消息，美国要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第三个公报，第827，所以简称八一七公报啊，迄阵呢。局势敢那对中华民国足歹，足惊美国甲中华民国出卖，因为迄阵1949年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发表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一个迄个白皮书一个发布了，中华民国就兵败如山倒，所以即马伊足惊这个公报吼，唔知是要去出卖因中华民国袂吼，啊所以。迄阵咧人心惶惶，啊，所以蒋经国要求外交人员向美国交涉，爱叫美国总统来发布一挂安达台湾人的民心，吼、哦，中华民国的民心。因为迄阵足侪人拢一直咧办移民，拢一直要逃离台湾的对啊，伊惊讲阿强可能连要拍过来，台湾要美国出卖伊啊，啊，所以美国就。雷根总统为了安纳中华民国，准讲这个六项保证哈。来，第一个伊讲，美国无意义、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子。这个对台军售，这个台，并不是讲咱台湾，唔是咱台湾人哦，是台湾治理当局，因为台湾关系法哦，1979年。所定迄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规定，袂使去称呼中华民国，干那会当讲台湾治理当局。哦，所以即马咧讲这個对台军售是对台湾治理当局的军售，啊，设下截止日期。过来，美国袂对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商，哦，来参详。第三，美国袂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无要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拥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哈、哦，中华民国对台湾无主权。哈、哦。那么，咱拢毋捌听过其他个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个保证佮承诺。如果台湾也毋是美国个军事占领地，伊毋免为着安大人心来佮你开这个保证书，吼、哦。从来无其他个国家有佮咱开这个保证书啦，吼、哦。OK， 啊，这个表示咱佮美国有相当个关系，吼、哦。啊，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吼、哦。OK。过来，咱来看新竹的乐山雷达的基地挂美国的国旗，这是新竹的乐山，迄海拔2600几公尺呀。伊这个雷达是叫做普鲁爪雷达，这是目前美军上先进的雷达。伊的辐射侦察半径有3000公里，会当射到内蒙古。哦，所以中国的军方的一举一动。美国拢靠这个，就一目了然。啊，这资料拢连接到美国
太平洋司令部的手中，哈、哦。是安那挂这个美国国旗，代表这美国的。啊，这中华民国甲咱扣税金，扣400多亿所起的，结果中华民国国军拢袂使入去内底，内底操作人员拢美军，只是伊无穿美军的军服，拢穿便服。当初咧起家的时候，内部拢是美军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工作人员咧起。中华民国干来当带外围起围墙啊，哦啊，国外外围内底拢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咧搞。啊，伊所接收到的讯息，都爱伊欢喜，伊较要留一寡予你中华民国的空军，还是陆军、海军去分享，伊算有较机密的，有节制，无随便互你。所以咱台湾人有够说，缴税金予中华民国开钱，叫美国来设这个，结果中华民国袂使摕到最直接、最机密的讯息，哈，而且。过来，咱来看，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的渔民咧赋予，好啦，这张介名片吼，这就是，啊不，要3个月前，屏东小琉球，遮广大信号，伊伫菲律宾，要挖菲律宾迄个海林遐吼，巴士海峡啦吼，向因的公务船开枪。甲咱拍死，拍死个船长。好啊，马英九就起兵讲要去驾驶伊啊。哦，啊，就派基德舰，哦，即只叫基德舰，啊，佮派伊迄、那个啊，咱个海巡署个，哦，个即个舰艇去。啊，你甲看基德舰顶悬挂在上面啦，上面对一个国旗，美国个国旗啊，中华民国国旗。一半中途呢，这代表上下位阶关系呢，哦，所以是美国咧赋予，啊，拢美国咧管制，啊，菲律宾跟美国是同盟的呢，好，基本上中华民国三军的指挥权嘛伫美军。中华民国三军的战时主义权，伫美军的太平洋司令的手里呢。伊即卖司令部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司令部拢无呀，剩指挥部呢。哦，啊，指挥部一定爱听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的吼、哦。所以是美国咧替咱赋予。哦，啊，马英九咧计较，哦，佮派飞行机要遐讲吓惊，哇！所以载一只。F-16，啊，佫再只幻象2000，吼、哦，我咧怀疑讲美国咧作怪，讲，欸，你嘛较差不多咧，吼、哦，啊，对美国有可能来用甚物信号，吼、哦，电子作战信号，甲引导 F 零机阵载落，美国伊卖中华民国 F-16，迄拢有藏机关伫内底啦。你若讲要叛变，要跟我美国拍吼，美国敢若发一挂信号，因内底接收到遐，我啊遐电脑都拢错开啊，都拢中毒啊，都你都无得控制，载落来。好，好，啊，咱过来看讲，那若你若中山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贺电，哦，啊，这就敢若一般命令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你看2004年阿扁啊，3.19枪击案了，伊隔天嘛是，迄阵阿扁有问连宋，因个阵营讲，啊，干要阁选？哦，连宋阵营讲啊，我稳赢，赢到有剩啦，继续选无要紧啦，我隔天开票说输，较无30,000票。哦，啊，所以那样就唔敢就霸占台岛对无？另外就一直咧等。美国的白宫的贺电迄个心情，哇，大家拢要去记甲足清楚，对不？啊，差不多拖一礼拜，
迄个南军的霸占凯道拢唔算，愈接愈侪人。尾啊，阵阿扁啊，迄阵看美国在台协会这个理事主席，就下心一个拉丁裔的查某的，吼、哦，啊，就甲问讲，啊，阮的贺电开拢美国贺电拢无够，吼、哦，啊，下心就真正就打电话登去问，白宫甲回答讲，只要恁中华民国中选会甲迄个总统的当选的证书公告打起来，半点钟来贺电就睡觉，结果。真正就咧打要打迄个贺电，哦，黄石成迄个中选会主委要打，哦，那下嘛知影讲伊要打，哦，两边拿个那个底下 QQ 六六，甲玻璃拢磕磕弄弄破，叫一个打起来，就随风那我那下贴了，但是打起咧瞬间，人摄像机啪啪啪拢翕起来，传登去美国，白宫的贺电半点钟睡觉，那下听到讲贺电教育。伊就知影讲乱袂起啦，乱袂落呀。因为美国已经承认阿扁也是当选总统啊，所以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足大。伊这个贺电就是咧承认，吼、哦，像蒋介石一脉相承了啊。你会在大家继续替我管台湾安尼对吧？就是任命书的对吧？吼、哦，啊，因为今仔个时间关系，我超过啊吼，啊，我就暂时讲到这。有机会，吼、哦，咱再过来讲，哈、哦，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校员，请起立。